谢总，找我什么事儿？薄伽藤的咖啡给温总备好了。嗯，您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哎呀，大家都是省会人，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。副总的位子，我给你留着。 我原本是想嫁给徐伟岸做总裁夫人的。你觉得一个副总的位子我会在乎吗？如果让你做 CEO 呢？ 我会尽最大程度的支持你。要求呢？只要在管理上你全力支持并配合我。 徐伟岸被罢免了，你的事情我会再帮你争取。不必了，我的投资人已经决定独立拳头了。那你还找我干什么？我是担心你呀。谢谢关心。不过我文天星从来也不需要别人的同情。你误会我了，当初是我把你捧红的，现在我还可以让你继续回到闪光灯下做回你的明星，让你再火一把。 只要你同意出演女一号，我敢保证，你一定会成为全民偶像。这份合约，我可一直给你留着呢。我说过了，我不能去。你是还在担心徐伟岸是吧？现在所有的媒体都盯着你和他呢，你完全可以借着这些关注，让电影再火。 这绝对是你演艺事业的一个新跳板。可是我不能看着谢建中把徐伟岸的东西抢走，我得帮他夺回来。天心呐，千万不能为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。当年，你让我放弃司徒敏，现在你又要让我放弃徐伟岸是吗？我那个都是为了成全你。现在这部电影对你。 对我来说都是最好的翻身机会，你一旦错过了，以后怎么爬起来？我给你时间，好好想想吧。